是单线对吗？我们是单线，我们是单线，然后他们那一班失事的列车是双线，所以我们现在是不同的线。但临停的状况，我们现在前面还有一班普悠玛跟一班自强，可能也是延迟，对吗？我们其实前面应该还有四班列车，前面也是在待命，前面还有四班列车在待命。泰鲁格号在花莲出轨，其他的车次也因此遭受了波及，旅客困在车厢，据了解已经超过半个小时，目前大家的情绪都还算蛮平静的，不过已经有部分的旅客打算要下车询问退票和改行程的事宜，预计要等到状况排除之后，这列车才有望重新行驶。